当时还跟你说过，除了一颗叫深秀的星星，还有一颗叫做商秀。这两颗星星，就算是相见了，也没有办法靠近。若风晚上，身上也从未停。但如果我是那颗商秀，就算我再也不会发光，我也会拼尽全力去见一见这颗深秀。这两颗星星，此处笔墨，永不相见。